哎，这边才正正好，你看好巴适。就是，那微微时候你就张开，这个肚肚还是留到噻，放在地板头。好好哦，一冰冰凉。治愈的这个过程，哇，这都好大，你看嘛，啊，漂亮的很。啊，小心点，别把弄坏了。这把罩子一开开了，就把散了。啊，打打散。还是你先说的。你看这朵开开了，哎呦，就是你看我这个，先把它晾起。哎，花，那为啥子了嘛？喂鸡噻。我看这个是跟鸡两个结合的。看。我刚刚吃的这个嘛，那两个都要吃不到。这还方便，估计可能是大的，是不是？哎呦，闻到光光了，不好，湿湿头的。是。群群好漂亮哦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在找那个竹笋？哎，我到你的六级喽。好，我到六级。竹笋要来焯一下水，你得要用开水，用冷水来洗要难。焯一下水就留在这冷水就漂起。像成姐姐了，现在这儿很简陋嘛。我的呀，先做碗汤的。我做个嘎嘎的。我这那竹笋那刀子那么翘翘。还讲个啥子啊？要不你讲个简单的来吧。哇，好酸啊，汤！我第一没提湿湿头的，我说有蛋，哦，没有蛋的。就该来我竹笋了。这煮得刚好哈，那就脆脆的。要得。你吃嘛。还吃不呀？你们一人必须要喝碗汤，这个太好喝了。嗯。半小时喝。